第一块料冲孔完毕，达到理想的效果之后，我们要进行正式的冲孔的准备工作，就是要把画线框之内第一块纸张割掉，沿着冲孔位置的边缘用美工刀小心地切割纸张。画掉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边的纸张已经有冲孔的痕迹，一般情况下上面这一张纸不可以再继续使用，如不严重可再多垫一张继续使用。用美纹纸粘住固定好，然后定位好下一张辅料，继续进行冲孔。